还没有用过实色混合的，建议都去试一下。就是这个涂层模式，我总结了它四个好用的地方。第一个，它也可以改线稿颜色，新建涂层改成实色混合，执行一下剪辑蒙版，直接选颜色就可以了，两层一合就变成了个彩色线稿。第二个，做光影二分，我们把这张图复制一份，把上面的改成实色混合，然后把调整下面的色相挪到一头，亮度适当调整，这个是用来划分亮暗面的范围的，这样再去做二分练习就方便多了。第三个功能，可以做藏色，复制这个涂层，把上面的改成实色混合，然后给这个涂层执行反转，哇，一下就花里胡哨了。把底图复制一份，跟上面的合并，再把上面的涂层改成颜色，给一点高斯模糊，让它别太生硬，再调整一下色相，把不需要藏色的部分用橡皮擦掉，对比一下前后效果，还挺好看的。最后一个就是纯美，画好的画我就愿意试一下实色混合，调整下面这些属性就随便调，你会发现它好艺术啊，建议你们都试试，太酷了。